Okay, guys, you both know the rules.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.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. 这俩这刚才就已经开始拱火了啊！在我跟赵显飞介绍双方运动员情况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已经隔空开始哑语喊话。对，哎，查尔斯秀他的肌肉，哎，巴拉金是冲他比了比小拇指朝下，意思你不行。这风马呀，对，每次的比赛啊，都会给大家记住点什么。对，确实这个选手是个性十足啊。Fight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擂台上确实需要这样的，这会装的有点过了呢。这个是查尔斯啊，外号风马。我们看他表情啊，在笑，他想在设想方设法的激怒巴基。但是这可是实战的擂台啊，这不是作秀，对，这也不是 MME。对，这个风马确实是个性太强一点了，但他们千万不要坡太大。对对，因为这毕竟是在比赛，坡太大了，一会儿被 KO 或者 TKO 了就不太好看了。好，好，不错，两个脚完全插进去了。这个位置对巴拉金非常、非常有利。啊，对灯，好，哦，还是有经验，还是有经验。简单的一两个小动作就能转过来了，哦，肘击，现在这个风马也不着急啊，对，你看这个风马确实是很有这种大将之风啊，对，这个当然大将中的这个另类啊，确实是在这个综合格斗界啊，无厘头派啊，对对，有点这种综合格斗界的周星驰的感觉，哎，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。刚刚两个人一开始他就贴在龙边就不动，但是这个风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，对。至少这个经验啊，确实是要比巴金啊，要拿背做裸脚，但是破坏掉了。好，你看，典型的啊，风马可以打下背。也包括在我看过的所有的这个春节的比赛当中啊，这个风马的这个出场，绝对耗时是最长的。对，一个人站了好几分钟。对，就大家就会想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呀？这么长时间，所以就尤其观众他的比赛。对，每次都是戴着一耳机，听着音乐，摇头晃脑的，慢悠悠的，哎，还玩自拍，还穿好几条裤子。对，他是有意的把这个时间故意拉长，对，吸引眼球。对，你看现在巴拉金在上位一直很长时间，其实，目前来说虽然在上位，但没占什么优势。没占什么优势。对，对手就像泥鳅一样，拱来拱去，拱去拱来，反正始终你打也打不着，想扶的也很难。有侧面压制。现在来说，这个东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，威胁性的进攻动作。对，两人站起来。两个人年龄相差了12岁一轮的，对，一个属相。对，这美国人按理说也该有这个12生肖哈，来到中国了，可以给他安一个。冯婉现在还没有像样打拳呢，我觉得他一直在收着劲儿，感觉。对，没有发全力。哦，又是一个倒拳。他现在这个打法啊，可能也意识到了。巴拉金比他年轻，体力好，所以他现在他是在耗巴拉金。对，他其实每个防守都做到位了，他就不发力了。对，其实控制得很好。对，控制得就是看看他面部表情。确实很有经验，拧来拧去，拧去拧来，就是不能把我怎么着。对，所以就看巴拉金啊，能不能在这种时候，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好。对，趁他放松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打击动作啊，特别像武道服柔术比赛，对，就是降式摔跤这种比赛。你看，地面转移也很快啊。张老师所
现象，我其实觉得70%-80%是有赖于风马。对，对，是他在控制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，是他对，不让你去做这种打击。对，你看现在到现在动作，风马他就不发力了。对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是安全的。对，对他来说，这一回合基本上就是像是一个热身。嗯。但这时候巴拉金呢，遇到这比赛就这么几秒钟了，也没有必要。他即便是过了腿，走。好，你看，即便是过了腿，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。对。这个说真话。Ready fight！ 这回风马还是主动做动作，要抱摔。看看啊，顶膝。哦，哎呦！巴拉金要一撤之后再往前进打了一拳啊，要注意啊。这防摔不错啊，对，这比第一局的感觉要发力了很多了。对，好，对面，你看这个动作他很放松啊，对，他不发力，是。好，巴金啊，到了齐胜的位置，好，齐上去，哎，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轻松了，就送了这么一个位置，哎，巴金有了我脚。这个手搭住了吗？应该还是应该手有伸，但是这个位置做不到太实，应该哎拍了拍了，认输了，太拖大了，到实，你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，对对对，哦，应该是有点晕过去，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拍，哦对，最后软掉了，软掉了。已经有短暂的、这个、确实是玩大了今天这比赛，对，我们看他手啊是软过去的，对，拍也拍晚了，对，不管怎么说还是恭喜巴拉金啊，对，三连胜啊，对，昆仑决擂战三连胜。好，接下来我宣读一下本场比赛的结果，本场比赛第二回合红方中国选手巴拉金第二回合59秒降服获胜。有请颁奖嘉宾，贵州喜酒销售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夏红翔。